跟平时相比什么不一样呢？哦，感觉很方便啊，嗯、啊，不用来那个锁音，那个手这么打印了，有时 detect 不到，嗯，啊，你觉得会比较快吗？一定快，嗯，一定快，做得很好。OK， 跟平常相比，你觉得快了多少呢？跟平常？平常啊，30秒了。30秒。嗯，很方便呐、啊。我觉得比那个以前那个放这个 passport 这样过去的比较方便，因为有几次我们也是有问题，我们这样放进去，这样我看那个 machine 也是有一点问题，所以有那些工作人员来教我们，是那个 machine 的问题，不是not human 的问题。哎，跟大师有什么不一样的？这跟大师有什么不同？是我们有改良了屏幕，让它有更加活动性。我们也那屏幕也会叫国人看哪里还要几时要拿出他的眼镜和帽子不止这一点，我们也改良了灯光，可以拍摄到更加清楚的面孔。